在在山上要来吃烤肉，耶，进去了。然后外面有很多可爱的娃娃机，烤肉小伙伴的小夜灯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刚闻到的那个香味，对，很香。先进来了，现在来小菜区拿小菜，这边小菜都是吃到饱的。你要拿什么？很健康的，超健康的。会不会太多？一起吃啊。酱烧豆腐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里有好多肉，也是都是吃到吗？羊肉、鸡肉、猪肉、五花、牛五花。哇！豆腐，肉多多，还是菜牌。是有三个台风在旁边，对啊，希望大家都平安。那大家暑假过得如何啊？有没有去什么好玩的地方？觉得好吃吗？是真的。好吃吗？你可以先吃你的那个小菜，可以先吃小菜。看起来好像是。